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昨天我们这儿下了一晚上的雨，今天我就上我家神地看看，不知道大河能不能上水，把我家的人参淹了。从昨天下到了现在，就有十几个小时了。啊？干啥呢？我去看看神地。啊。昨天的一场雨，这黄豆都已经压趴下了。这样到秋天可就难收拾了。上我家神地看看吧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水都跑我家的地里来了，刚好我家地头有水沟，人参这块就没啥事儿。一会儿去看看三年的人参什么样的。还没有到地方就看着了，这大河的水已经冒样了，已经长出来了，不知道什么样啊。我家的神地已经过大道了，看到没有，哎呀，这人参已经被水泡了。现在这水马上已经要涨上来了，还好外面塑料挡着，但是这个塑料整不好待会儿也得撤它。去年冲了一次，冲倒了很多，大桥已经被没过了，快今天这又要损失不少，没想到这又涨了场大水。人参已经被水泡了，现在这水太大了，我还是回去吧，在这边还有点危险。看看我家这神地都被水泡了，不压着人参了。现在往出走了，现在已经回到了边上了，这水还得涨了。这以前都是道，现在已经被水给冲了，现在外面还在下，看着感觉都有点吓人。今天视频谢谢大家拍到这里了，喜欢视频可以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。